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蔬食好主意，美味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啊！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啊！吃素有许多的好处哦，不但可以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又可以养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的优点啊，真是说不完啊！其实要烧的一手好菜，并不困难啊，做菜啊是有很多的共通点。只是要掌握到做菜的要领，再加一点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每一个人都能够轻轻松松地做出令人赞不绝口的素食佳肴。而且有很多做素食的要领都会在我们的节目中一一为大家讲解，所以每一集的节目都很重要，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了什么好吃的料理呢？欢迎一起收看。大家好，我们呢这次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美食啊，叫什么？和风绿野仙踪。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特别哦。啊，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它的食材有哪些呢？请看这里，好，来，这是哈密瓜，好，哈密瓜，好，啊，这个苹果，好，啊，再来这个综合坚果，你要用什么样的坚果都可以啊，水果也一样，你用什么都可以哈。啊，这个是啊，哦，小番茄，好，哦，很红哦，这个不错，好，然后再来这个呢小黄瓜，好，然后这个是碧玉水。金姜笋就是碧玉笋，然后再来这个是姜，好，然后这个是辣椒，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看啊，调味料是什么呢？看这里，啊，这个柠檬汁，哈，柠檬汁，那个是酱油，然后是醋，然后是味淋，好，这些就是这些的调味料，这样加起来就可以一道非常完美好吃的绿野仙踪。我们一人就要拜托张董啊，张师兄，好，拜托拜托啊，啊，请张师兄为我们示范这一道菜的做法。好的，请那我们把那个姜啊，跟那个辣椒切成这样的丝就可以，细细的哈，好，给它放在里面，好，已经切好了哈，切好了，这个是要在这里拌嘛，对不对？哈，好，再来，碧笋，应该嘛，变下嘴嘛，看不到下嘴。慢下嘴了哈，一盘刚刚就好了。切得很薄。对，我就修改拍一下了。拍一下啊，好嘞哈。好，大喝起来。用什么方法？你自己想，你唔能讲，哎，安尼看到未歹，对，安尼做，唔到你手上切掉。这个气势就是慢慢切。哎，对对对，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方法，慢慢慢慢的切，对不对哈？差不多了吧哈，不要太多哈。因为我觉得做菜哈，一旦做出好料理哈，给家人呐，啊，给朋友啦，给这些师兄姐试试，啊，像我们在很多道场哈，我觉得好多师兄姐都非常发心呐，都讲你出钱出那出时间去啊，这几缸煮菜哈，现在不管是师傅啊，或者是师兄姐吃饭，哇，哦，那感觉很好。啊，这些师姐就常跟我一样有勇无谋，你知道？不会，没做呢，没做呢，啊，可惜都无功夫啊，所以一定爱。透过我们的这个达人师兄哈，来教导我们把好的推出去，对对对，好不好？对，好。所以讲一定要发心，一定要发心。好，咱教较侪人做，好，咱无做，别人替咱好做出去嘛是共款啦，对不对？哈。那我们这个还是要切丝吗？切丝切，嘿，对。哦，咱一条就够了哈。哦，切个那个小黄瓜的那种哈脆。
把那个脆的那个味道哈，翠绿的那种味道哈，好，就照出来哈，弄个黑黑的，可以就对了。哦，很简单。啊，安尼有搞啊哦。最简单的做。应该有搞，还得重点哈，好，先切开，好。好，小番茄。小番茄能切吗？对切一下。对切就好了哈。好。那你看几瓶，因为待会我们要调和风酱加下去，一点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有块跟这个丝的两个组合，哦，这样子哈，哦。对，那个苹果，苹果哈，来，最后，好，苹果铁质很多，所以很容易什么？氧化，氧化，所以我们当然要泡一 点，一定要泡一点盐水，盐水盐水冰盐水也很好哈，好，来半颗下吧，放在豆干哈，苹果，好，苹果嘛是切丝。其实都可以啦，那个切块哈，只要你好，看起来不要太丑，就好。哎哎，它这个纸有不好剥没关系，我们可以分段哈。哎，先切之后再来弄会比较好。对。哇，今妈妈我现在切苹果，现在哦那个很厉害，哦贵的了哈。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的。不一样，好切薄片就应该就可以了吧？切薄片，可以。冰水我们加一点点盐，好，这个盐，好，它防止它氧化哈。任何啊，最后小部长切好苹果来啊，下面想哈，把它拢切好哈，都加一点盐哈，去泡的话。比较不会氧化，而且它把甘蔗它低呢，我尴尬了。对，它因为它真的是有哈，也比较甜呢。你知道我们那为什么那个邻边的那个黑珍珠哈？嗯，直接那个那什么？黑珍珠、黑钻石，想黑对对对的，那个像脸谱了。哎，脸谱，脸谱，因为它在，因为它在海边，主要是因为它有那个盐分。听说他还那个吃牛奶，哎，刚听吃牛奶长大的，刚硬骨的，所以不贵一些贵的掉了哈。对，好 ，OK， 哈，哈密瓜，哇，不用那么多，对，切几条，切几条就够了哈，应该差不多了吧，哎 ，OK， 那有够啦哈。啊，其实用什么水果拢会使，只是讲你个颜色吼来拓开。凤梨啊，凤梨什么拢会使，只个颜色好有出来啦吼，有青的，有红的，有白，往看个看色香味才俱全。没问题。嘿，那我们一样是切切薄片啊，哎，哦，这个水果我们就放旁边跟苹果哈，那我们先来拌。好。先来拌一下，我们调味一下哈。好，你看一下。嗯，我们用调味料是有点点和风，和风我们会弄一点点柠檬，哎，迷林，味淋哈，味淋哈，两小时。看酱油，然后味是柠檬汁，柠檬汁也不可以太多，伤身哦。啊，就按什么？哎，这个是味淋，味淋它会增加一点点香气。味淋很棒，味淋加下去味道就很棒哈。好，那一点点的醋，醋一点点嘛，醋麦伤侪伤酸哈，摆爱注意。然后我们加一点点好的橄榄油，橄榄油哈，都这些通通没有破坏掉的。对，那我们可以给它拌一拌，拌一下。嘿，哦，这盐味，原汁原味，嗯，赞。啊，一点点酱油是要让它着色。对，啊，一拌，其实这是。有一点它酱油本身的香气，豆的那个香气，对，提味的，哎，提味哈，好了哈，好了，那个苹果，苹果下来，干垃圾的哈，哎，好，味道的没办法，因为我洗我点了盐水过哈，就汤汁就很不错了，好，哦，这个是水果大菜。为什么叫绿野仙踪？因为是好像在那个野外，野外没有火，我们就找东西来拌一拌啊。对，效果就出来，好，两颗了。好，这样的，然后待会撒上最健康的。嗯，哦，没办啊。那我们撒哈啊，这个哈坚果 ，OK 了哈。的可以把它放上面也可以。好，来，坚果就把它淋上去。好。好 ，OK， 很简单哈。这一盘就是绿野仙踪，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点和风那种
醋啦，酸酸甜甜的，酸酸甜，然后有点酱油的香气。再来讲，就全家有小孩子哦，开胃。对。皮哪贵，胃哪贵，哈，饭会好好吃。对。家用吃饭的心情该如何？对，是不是很简单啊？示范给大家看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做看好了。和风绿野仙踪食材：哈密瓜、苹果、综合坚果、小番茄、小黄瓜、碧玉笋、姜、辣椒。调味料：白醋、酱油、柠檬汁、味淋。做法：一、先将姜、辣椒、碧玉笋、小黄瓜切成细丝，加入对切之小番茄。二、将苹果、哈密瓜去皮，切成薄片。苹果需泡冰盐水。三、把所有食材沥干水分后，放入盆中，分别加入少许酱油、柠檬汁、味淋、醋、橄榄油，并加以搅拌。四、将食材摆盘，并撒上少许坚果即完成。再下来呢，要为各位观众示范的另一道菜叫做山药冷面。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冷面的食材是有哪些呢？请看这里，这个最主要这个是山药，这个买这种山药比较好做，这个是日式的山药。然后呢，这个小黄瓜，红萝卜，这个海苔丝，白芝麻，这个是碎。碎坚果，你坚果可以买来等它打碎就可以，什么坚果都可以，就这些，就是山药冷面的配料。然后再来呢，这边是这个调味料，来，这个是糖，这个是香菇粉、酱油，然后这个是柠檬汁，然后这个是醋，白醋，一点点白醋，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做出来就是一道，也是不用动到任何的炉灶的一个山药冷面。紧接着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张师兄来为我们示范今天这一道味美的这个山药冷面。是我们周星姐及所有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又是一个很棒的这个一天，我们要做这个绵长绵的，哎，对对对对，那我们首先在处理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山药。山药也让妈妈少抽到少吸到这些油烟。来，好了，把它刮皮看。我记得应该七八年前那个卫生署有做一个调查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妇女的朋友的肺癌特别多，比男孩子还高的比例了。有一定的嘛，有人在受冻的嘛是妈妈毛病比较辛苦，而且要研究一些，我们来努力研究一些少油烟的少油烟的改变烹饪的习惯其实还蛮重要的对，然后弄好的油。对，能够改善这样的。有人说迄个因下人，因祖先下人就得到什么病，拢直直传了。可是迄就是食物吃的习惯的咯，传承也是遗传下来的。因为大刚刚北部住下吃啥，阿妈住下吃啥，拢差不多直直传。阿妈甲阿妈妈妈妈甲囡仔，所以都往往拢赶快。对，差不多拢是吃赶快的就对啦。对，所以有时候大概70%-80%的疾病其实都是吃出来的，都是真的都是吃出来，所以讲假食是最要紧的所以你我怎么样都有责任。好，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好，好，好嘞，为健康把关。山药要切丝，我们拿出一个家伙，这是刨片，刨片薄片的，你那不一样的你得用那卤的刨刀也可以，刨刀油的啦。
啊，这哈，咱就用这样。你看它刨出来的效果，你看就是那么细。哦，就这个要面嘛，所以细面的话一定要这么细才、啊、才叫细面。它这个也可以调整那个。哎、啊，也算调整来了，这也算调整来了。好，这个好啊哈。那我看安尼，嘿，有可能无啥搞。来，过一个，快紧，来，看这边，来来，小心哦，哎，嘿，快紧，应该有搞完了哈。好，好，来，大哥好厉害。来，这个再整理一下哈。嗯，来，这三药面，嘿，三药面，日本店哦哈，日本料理店，哦，这个。串料真的很好吃、嗯啊、又味道又好，而且又保持它的盐味非常的好，好这样可以，这个好滑哈，哎哎，很养的样子、嗯、其实也不难了，就是要、嗯这个较费工一点点，嗯，就是讲骨溜溜哈、啊嗯、它有很多粘稠性，但是这个吃这个哈，哇对哈，这个对胃哈，这是对胃非常好，没关系，等一下切切放下去，不要，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哈，嗯。嗯它对那个肠胃还有妇女对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要做出一个好菜哈、嗯，其实老先生哦，还有冬莲哦，虽然干单款、哦，但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对对对对哈，好，来，嗯，对，那个哈，撸有撸后，因为我们是面，面就是细面哈，所以撸有撸后哈。待会哈，我们要泡一点点冰水。冰水切好就放在冰水里面泡就可以。放冰水里面，然后冰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哦，对哦。它对整个味道会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哈。好，可以了。哦，这有影成，有影安尼有影成细面。哦，来，好啦，阿仔。好，来，来，哎。OK。OK。好，刚刚讲过了哈，哎，这些顺便给它挤到。柠檬水，柠檬水，哈，来，柠檬水加一点点，哎，可以让它在味道上升起。哎，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好，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吧？等一下我稍微给它，哎，拌一下就可以了哈。好，完成。完成，好。好，来。就把它倒在这边了，我要稍微夹一下。好，我看这样都可以，就叫它没汤起来，不要紧了，好好，山药面就大功。没办法，看起来切得有够细，真的有够细，有够细，真的是很好。好，过微个高一点来。我们必须要切我们的小黄瓜，大概、对。小切哈，这样就够了，因为这是搭配而已哈，不需要很多。这个这样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一样把它切丝，待会红萝卜也切丝哈。这个比较麻烦，就是时间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点，但在家里做的话，我觉得还好。那两串前面拢足紧的啦哈，好。OK， 这样已经够了啦。待会啊，这个先备用，因为我待会还要那个。好，切一下两三片的红萝卜丝，这颜色才会出来。对，这颜色才会出来。好，哎，不用很多，这是配颜色就可以了哈。好 ，OK， 这样就 OK 了哈。看你要什么多，看你自己喜欢啦。好，看你要什么，看这你自己看哈。重点是要待会要调味一下，好，好 ，OK， 好，那我们就把它排上去了吧。来，还有那个白的可以来。好，这个山药面已经大功快要告成了哦。接下来我们酱汁调味了，酱汁来，弄一个小，来，我们酱汁的有几个哈，重点我们要一点点和风和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酱油不要很多哈，大家自己看哦哈，颜色不要太深哦，点糖哈。那我今天有柠檬汁，好，还有一点醋，好，好，然后再一个香菇粉，一点点，这个真的太多。香菇粉，哎，这样就可以了。柠檬可以酸，那么酸一点点。好，太酸了吧？来，筷子底下。好。
好，我先下来。也是哈。还来淋上去。哦，这个山药面很棒的山药面哦。那个山药多的话，你的酱汁可能可以再多一点，没有关系。哎，看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对不对？对。看看丁糖，是吧？是。好。加上我们的一点点的。来，这个叫做这个是腰果末。就是说那个坚果末就对了哈。坚果末这个也上面放上去哈。哦，安尼绝对好食的啦，刚才看了知影好食。哦，只要你这不惜成本。哈哈，无紧。其实这成本并无真贵哈。好东西。好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嘛哈。好 ，OK。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日本的哈，跟和风的哈，真是一个冷面和风沙拉。对，我们这一碗哈冷面已经 OK， 和风冷面已经 OK 哈。来，请大家看看。不会困难吧？我们下次好再来做做看，好不好？好，再见。山药冷面，食材：日本山药、小黄瓜、红萝卜、海苔丝、白芝麻、碎坚果。调味料：糖、香菇粉、酱油、柠檬汁、醋。做法：一，先将日本山药削皮刨丝，再泡柠檬冰水备用，可免氧化并增加香气。二，将山药丝沥干盛盘。三，小黄瓜、红萝卜分别切丝，泡过冰水后沥干，置于盘侧边。四，调配酱汁，酱油加糖加柠檬汁加醋加香菇粉搅拌，淋上山药丝中。五，撒上海苔丝碎坚果后即完成。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启建观音祈福法会，恭送大乘妙法莲华经，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佛前大供，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7月20日星期六至7月21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新逢观音菩萨成道日，明镜月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十兆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礼拜大悲忏暨万灯祈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7月24日星期三，8点半八关斋戒法会，13点半礼拜大悲忏，16点半万灯祈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法会备有寿桃、面线，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在生死与中阴的侠道上，盗匪五毒等着突袭你。听闻的人们啊，把上师当作你的护卫。通过一个盗匪出没的地区，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可怕经验。同样的，在修行道上行走时，也必须经过难行而危险的侠道。任何一个展开艰巨的证悟旅程的人，都必须预期自己可能会遭遇一些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尤其是贪、嗔、痴、慢、疑五种障碍。你或许能够避开贪的袭击，但是你会发现嗔已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伺机而动，准备要制服你。即使你逃离嗔的等待，你也会轻易的就落入慢和疑的魔爪之中。这五种有毒的情绪是冷酷无情的盗匪，总会摧毁我们达成目标、自轮回中解脱的任何机会，不会犹豫片刻。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护卫来带领你通过重重危险。那个护卫就是你的上师，唯有他的指引，你才会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由于其中有太多的风险，因此你要先选择一位真正具德的上师来作为开始。一旦你对上师建立了信心，你就必须遵从他的建议。最后，你应该学习如何把上师的建议付诸实行。如果你能够正确地进行这三个阶段，你将进步神速，没有障碍。由于上师的慈悲和智慧，佛法的全貌得以在你面前成长，如同在市场上拍卖的昂贵食品，错失这个机会不是愚蠢吗？如果你信任一位真正的上师，当你年迈的时候，就有一个可以运用的修行法门；当你生病的时候，就有另一个修行法门。当你面临死亡门槛的时候，还有另一个修行法门。你将准备就绪，怀着坚定的信心面对生与死。